的颜色一样是很 soft 很柔的，蓝 ，OK， 这个是紫，再来就是我身上的 pink color 三个色，很大，长度是属于一个很大气的长度，下摆呢它就属于一个大 A， 可是加蛋糕裙的裁剪啊，整件是 full inner lining 啊，对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M size， OK， 后面这边腰间这边是有 rubber elastic， 可是它看去不像啊， OK，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的，袖子这边一样是有公主袖桌折，除了手机很小。三个色都是很柔的就对了 ，OK， 粉蓝还有一个就是紫色 ，OK， 所以说花裙控不要错过哈，款式是纯金的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，然后这个厂家的连身裙真的很久没有带进来了。其实它的那个雪纺面料是有加刺绣的，对，它这些是这样子白色一朵朵的花是 embossed 就对了，所以这个价钱107是物有所值啊，对了，尤其是说你找这花裙的这件，就是这款式咯，你的尺码跟我一样的话是需要 M 啊，我是穿着 M size， 这件呢整体说上围穿到腰不会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腰这边呢我拉伸是还有空间呢、啊、我建议这个的M 应该 M 是放78还是8079啊，可是我的腰78我拉伸还有空间，当然因为它是雪纺，我们就说不建议穿太贴，整体来讲火腰而已啊，如果你们能接受贴身跟着尺寸多个2cm 是可以，上围就不建议了，因为上围它的那个就是说没有面料，没有的拉伸面料没有弹力，加上它不能拉伸，只有腰啊多个1-2cm 是可以，臀部也是一样啊，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那么上围方面呢，如果你们的 size 是刚刚我们提供的尺寸啊，穿的是不会勒不会压胸，我们已经有预留空间给你 OK， 所以说除了腰可以超过啊，上围臀部都不可以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哈、啊。尺码会一样，穿 M 就可以了，我是穿着 M size， 然后这长度是属于乞丐下，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哈、啊。所以说这款式呢一样，三个色的话就看你自己比较偏向哪一个色，毕竟三个都是属于非常柔的颜色 OK， 跟我的尺码 M 就好哈，我是穿着 M。 Power 的话这一件很适合雪纺面料哈，雪纺面料啊，老师就很适合哈、啊，毕竟它是雪纺面料嘛 ，OK。然后长度也在那边，对，长度也在那边，然后袖子啊也是把我们最肉肉的部分遮了，对啊、四分袖啊，袖子方面是四分袖，不要担心袖口洞进不到哈，助理的手臂是比较粗的，没有进不到的问题哈，所以说。这款式，如果是说你找这些比较清凉的面料哈，我建议你再走这个哈，它是雪纺面料，然后说有 inner lining， 不用担心透的问题。它的 inner 是跟回它的颜色一样哈，蓝色 inner 是蓝，蓝色、紫色、粉色就是粉。所以说这一期如果你叫我推荐的话 ，OK， 这件我非常强烈推荐哈，强烈推荐 OK。然后下摆属于一个大 A 小飞大 A 小飞的裁剪，然后下摆它除了是大 A， 它还是一层一层属于蛋糕裙的。裁剪，像刚才讲的腰间这边是有 rubber elastic 的 ，OK， 所以那是卡码的，只要上围穿到腰不会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毕竟腰间这边是有 rubber elastic，rubber elastic 只是在后面而已。来，我就换紫色给你们看先啊。其实这个面料这样子的款式107真的是非常划算，最重要你看，很少雪纺面料是有这样子刺绣的 ，OK， 这个啊整件啊，它前前后后都有那个刺绣的那个款式就对了 ，OK。所以这一期只要找一个比较清凉的面料的连身裙，带走这个款式吧。OK， 这一期的话，长度有在那边。刚才那个款式一样是印花的，可是刚才那个是属于西装布面料，这一个呢就是属于一个雪纺面料，对，比较凉爽的面料肯定会是雪纺哈。紫色 ，OK， 浅浅的紫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款式呢，它三个色都是属于一个很柔色系的。OK， 紫其实紫跟蓝有点接近了。紫
紫跟蓝很接近，是比较同一个色系的。OK， 那腰间这边呢，它有桌子的。OK， 它这一边你看，它有类似打印的那个桌子，它不是平的，它有这样微微的桌子。后面呢就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的拉链，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件一样是穿得到 M size 的就对了。OK， 想要比较梦幻一点的颜色，带着我身上这个紫色，来，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先。我身上这一个蓝啊，它有一点灰蓝灰蓝这样子，那种powder blue 这样子啊。OK， 基本上它三件那个刺绣的那个颜色都是白色。OK， 它这些刺绣的那个印花、啊、都是白色啊，三件的颜色都是白色，三个色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XXL。OK， 这件是有到 XXL 的，三个色，我身上的蓝、紫。还有粉，可能说你上班不能穿太花俏，你想选一个比较 proper 的颜色，比较端庄的颜色，带种蓝吧。对了，带种蓝色啊。啊，粉跟紫呢，就是说啊，属于比较女人味的感觉的。OK， 比较女人味的话，选择粉跟紫。紫上班建议你们带种蓝色。带种蓝。OK， 最小的码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XL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M size， 然后我一样是穿得到 S 的就对了。OK， 这一期找连身裙要有去到 XXL 的，应该是这一个款的呀，只有这一个款而已。没有，那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应该是连身裙啊。我们这一期连身裙会比较多啊。OK， 来，连身裙有三个色，接下来这个是娃娃装。OK。这个款是接下来的是 free size， OK， free size 哈、啊。